来了，小静。哇！Oh my god！ 你闭嘴。对。想不开。哇！哇！快点来，我给你录个视频。来吧。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哎呦，这小碎步可以，哎呦，哇，难度系数给大家开到最大，360度绕一下，没有360度，那就180，还180。你俩干嘛呢，老大哥？小时光练空翻中，张一奇吃瓜中，那边赵磊他们也在练。主要是我们十一人一起点的，不懂心情怎么样？毫无波澜，今天都是好梦境。遇上我心爱的小摩，接下一句。遇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现在开也会堵车，对，你看他是我这样听了心会痛。过来的，给我拍张好看的吧，这么拍的跟白马王子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小时光的小袜子已经脱在这儿，来吧，翻吧。哇，可以，这个连续套路不错。哎，郝总昨天几点睡的？几点睡的？睡，这几点睡的？你不可能，雷铁几点睡的？12点。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说话。最近呢，因为个人原因，还有因为现身太忙了，所以很久没有更新。加上，最近的身体也不太能支撑我剪一些，就是非作业或工作的视频，所以很感谢大家一直在等我。虽然也不太能保证接下来的更新频率，但我会努力更的。然后就是最近真的太忙了，然后压力比较大。这两三个月，小红每个人的各种物料或作品舞台，我都没有时间看。希望大家能给我推荐，有连接话更好。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看 reaction 的话，我也可以试试看，但是就不能保证。最后就是，我之后可能也会剪一些我喜欢的非小胡的其他人的视频。所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当然还是会以小胡为主，但如果不能接受的人就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啦。再次感谢还在的你们，
然后希望大家一切都顺利幸福，然后要健健康康的哦。